破天宫这个前奏的教学非常简单啊。首先我们变奏夹一下第五品，然后我们看第一小节上边提示我们按 C 和弦，我们先把 C 和弦按好，然后我们看来看到谱子中有一个一这样一个数字，我们需要食指挪到这个我们的一弦的一品，然后正常拨，叉是五弦三弦，然后接着是一弦一品，然后接着三弦的叉，然后这时候这个食指抬起来拨那个空弦，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小横杠，这里代表休止一拍空一拍，接着保证我们的指法不变，上面提示我们记和弦的，我们不用看这和弦，我们要弹具体谱子中的数字啊。然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小拇指落在我们的第二弦的第三品，同时拨响五弦三品和二弦的三品，然后之后我们看到一卡抬起来把二弦一品这个摁住，再抬起来拨二弦的空弦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F 大七和弦，先把这个指法按好，同时拨响我们的第三弦和我们第四弦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延音线一个弧线需要延音，然后接着是三四弦三品，然后三弦的空弦，然后是二弦一品，然后接着我们看下一小节出现一个六弦一品，需要把这个大拇指横在我们的六弦一品，拨响六弦一品，然后三弦的空弦，然后小拇指落在我们的第二弦三品，然后食指落在一品，一直让这个音延续到这个拍数够，然后只有一个记和弦一个爬音，然后就是跟听摸